拿捏好之外，你还要很有效率的，真的要得分。嗯，不要再失误了。有交给小白，往中间交，转身看篮筐的机会，篮底下接球没有摆进，戴维斯手下这个篮板，但也发生了失误。篮下大汉这边一个三分的出手机会，这是一个打板的三分球。捍卫战士黄鸿汉在比赛剩下38.3秒的时候，把比数给追平了。远边的人如果是后卫啊，或者谁你过来，你怎么样想办法的去把戴维斯往禁区外面推啊？还有时间打一个大三分球，新北飙魔玫瑰在延长赛首开纪录啊，先开了这第一枪。对，小白空间拉开，换手运球，假传球到篮底下，这个海底捞月白进两分。哇，小白用他的速度上来，嗯，蛮高。这边对位的是黄鸿汉，包夹过来往篮底下交，戴维斯这边发生了失误，看一下前面卢俊祥一打一的机会，这边发生了失误，从里面塞，这一次发生了失误，球被李凯燕给抄走，凯燕把节奏给慢下来，把球交给杨金敏来处理，那往外交，戴维斯这个三分出手没有进，双方在延长赛只有白耀成拿到2分，另外李凯燕3分，得分都不多啊。对，你两边的防守强度都很高啊，要得分都不容易。回头找艾尔斯，这边是一个三分线的出手，领航员逆转了比数，87-85，现在是新北国要喊出暂停。戴维斯一位往外交，请右者进攻时间剩下最后的4秒钟，杨敬明要出手了，三分球再度把比数给反超，现在就看领航员要怎么回应了，1分的差距，球给大汉，接路这边找到队友陈立焕，卢俊祥只有3秒钟，必须来打掉这一球，跨步进来，这个放篮防守高位挡拆过后，给了艾尔斯的进攻犯规，这个响哨相当的关键，也送掉了领航员绝杀的机会，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吹判啊。对，上来挡人的艾尔斯被吹了非法眼差距，这球要直接出手了，小白在后场没能把这一球给投进去，最后的比数是90-87，新北国王在主场拿下这一个艰辛的胜利，也让桃园。